市长、市长夫人、阿兰会传大法师、黄昭顺委员、陈怡敏委员、啊，咱的议员东潘、市政府所有这些局处长、副市长，你们辛苦了哈！啊，各位高雄市民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拄则要上台啊！啊，市长讲，你爱讲台湾话，我讲国语，但是你爱讲台湾呢，安尼大家听较有啦吼。啊，拄则嘞，啊，我听到啊，咱市长啊，啊一番话啦吼。啊，当时嘞，我伫台下也有看现场表演，一只足水的红龙。啊，搁带一只金凤凰，已经飞入来高雄市啊，对唔对啊？选举前，啊，咱的市长常在咧讲，讲筑巢引凤，人进得来，东西卖得出去，高雄发大财。啊！我拄只，我伫台下，你来到现场，我第一个注意的，我就请教讲咱观光局长，讲局长啊，今仔敢有要办宴会？我讲无，我甲拍三个扑啊，因为安怎？因为拄只韩市长讲的。咱的人流规个拢涌入来高雄市，宴会办的无余，加消磨，搁制造空气污染。啊，即马韩市长就职到即马，全世界拢总看到高雄市，对不对？大家双手照啊！都甲咱的韩市长，都甲拍破啊！大家团队加油打气！啊，尤其是咧，看到拄只布第二吼，啊，看一个素环境，啊，一个一脸书，但是无看到我这个歹人。装假人啊！啊，你无讲白点点，啊，过去拢讲我阿爸二等，啊，我阿爸为着啥？阿爸为着高雄市民啊，对不对？好嘛，高雄市伫咱韩市长带领之下，龙阿进来，阿凤阿飞进来，高雄发大财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拄食伫台下，啊，看到后壁八班，规条爱河拢总是人，啊，相信，搁有咱韩市长，搁一段时间，相信高雄市绝对脱胎换骨，对不对？一个好百姓充满希望的市长，啊，人民应该会甲鼓励，啊，柯坤元议长伫遮嘛，甲咱所有高雄市民，甲恁承诺，高雄市议会绝对会做好扮演监督的角色，啊，同时咧，嘛是咱高雄市政府。全力支持的角色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声好。简单几句，阿妈祝咱大会圆满成功，阿祝咱所有咱高雄市民，一日比一日更好，咱的心情一日比一日更加轻松，好不好？